Hello 大家，呢、这个 vlog 会同大家一齐分享我嘅 6 AM Wake Up Challenge 一周早起挑战。今个礼拜我每日都会喺早上六点起身，虽然唔系咁易，但系出于某啲原因，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挑战成功。如果你都对早起有兴趣，就同我一齐睇下点样应对每日嘅早起，探索清晨嘅时光。最后呢个挑战会唔会成功呢？去片。Hello， 大家早晨，而家系朝头早6:07，今日系早起 challenge 第一日，成功咗，而家我起咗身啦，去做嘢先。嗨，大家早晨，今日是我 Wake Up Early Challenge 的第二日，好可惜，今日我起身失敗了，昨晚有个很严重的失眠，可能最近自己给了太大压力自己啦，多了很多东西要去精进的感觉，所以就突然间临睡前的脑中装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就不是那么容易入睡，昨晚是两三点才睡着 ，miss 咗呢个闹钟，系完全听不到，吵醒人吵不醒我。我正常起身的时间是7、8点、9点不等，虽然不算很早起身啦，但是绝对不是迟的。最近看了很多影片，很多 channel 是有关很多成功人士的，他哋每一例我都提到 wake up early， 我非常有兴趣探究一下他哋究竟点解要咁做，一直都认为。睡到自然醒是最健康的。看完一轮之后，早起的好处真的多多，不能够一一道尽。目前这些好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苍白的，因为我自己都没试过我坚持延续早起，所以我想试一次，然后自己再总结归纳一下早起对成功人士有什么吸引力和我自己的感受。为了令到这个挑战可以顺利进行，我将早起之后要做的事分成特别需要做的事和特别想做的事。对于特别需要做的事呢，我都赶着要去完成，我会被迫起身，我会自动埋位。让特别需要做的事，例如剪片，我六月还有一条片是要出的，我现在都还没开始 edit。这个呢就会被我列为特别需要做的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特别想做的事，例如学习个新的语言啊，或者看一本新书，最近有些新的技能啊，你需要去学，好像这些平时很难抽出时间来做的事，我就会纳入我自己的早起计划。例如我最近就很想学用一个应用程式叫做 Notion， 其实它已经流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功能很强大很犀利的应用程式啦，非常之轻松去提高工作效率，上都有很多教程提过之后，哇，觉得真的不得不学，很犀利。讲下我早起这两天，第一天起身非常顺利，可能因为我睡得比较好，所以起身就没什么太痛苦的感觉。而外面天气很差很立，等就可能吃个早餐就去健身房。我本来打算是按照我自己的早起计划，然后完成了我的 editing 工作之后，我就即刻去健身房，可能8点左右就会到健身房。我很想早上去健身房，没什么人，可以尽情地 vlog 一下，希望听日生生成成，不要再搞今天这些，因为我真的坚持不下去，如果不是这条片真的没意义。着衫啊！最近真系好中意着呢对。
很难说，但是我们記得昨天咧，唔單止起身失敗啦，我仲唔小心瞓咗回籠覺，因為真係太攰啦。可能 after workout 太攰啦，然之後控制唔住，完全係昏迷。所以冇錯，我就係咁好自然咁、好心安理得咁瞓著咗，真係。失眠啦，瞓得嗰几个钟午咗，而且系比较下午先去运动。这个时间就好尴尬，因为我运动完即刻又食，食完之后就感觉啊，已经昏昏欲睡，唔小心瞌着咗。如果瞓咗回笼觉嘅话咧，我觉得唔需要有太大嘅心理压力啦。如果已经影响咗工作嘅表现或者影响咗工作嘅效率，完全系可以休息一下嘅。其实证明佢都亦都冇影响到我夜晚嘅睡眠，我琴晚系瞓得。OK， 早起依然是成功。今次早起挑战我仲有意外的收获啦，多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做多了很多平时不会做的事，例如看书。看书真的不是一个容易培养的习惯，早起的话我就会多了时间去看书，是一个 bonus 来的。同埋因为时间松动，所以我做其他嘢都会更加从容。呢个就系我嘅意外收获。如果你都有尝试早起嘅话，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意外收获。最近买咗呢个茶包嘅事，因为咧咁夜晚有时都。好想啲熱啲嘅嘢，係一個好選擇。最近一到咗夜晚，我就瘋狂咁想進食。我即係佢主要係有啲所謂嘅助眠啊、橙化啲，都經常會出現喺啲助眠嘅精油，亦都幾有趣。佢飲落係一啲比較 herbal 咁嘅味。最近悉尼真係太凍。Hello 大家，今天起身非常成功，不知道关不关事，昨晚喝了一杯茶，总之我入睡和起身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知道我搭你车吗？不是，我的手在车上。是在个斗那里。加油。他還不知道為何突然出來跟我說現在已經是九點半了，我早上就忙了我要忙的事啦，現在就要去健身房，同埋打阵会买埋餸先翻屋企。哇，九点半，好耐冇呢个钟数去个健身房。我会特登避开啲人特别多嘅时间，即系啲收工啊，僆仔落课，会充满好多天灵住嘅时候，我就唔会想去。咁而家朝头早咧 ，normally 系会最少人。Yeah，let's hit the gym。
养心。养心系。哦，呢个。今日是 Wake Up Early 的第五日，開始之前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近成日卷的這個頭髮。之前卷的那種弧度的話，不妨就試一下向外卷，因為我以前都是向內卷，發覺向外卷之後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因為起身都有 delay 了半個鐘，可能因為昨晚太放肆了。好脆的開始啫。豫园六号，冷的，芋泥球一颗。看上去很普通嘞，可是。番薯，芋圆可以，太阳还得跟班主任可以太夜進食或者突然之間改變飲食習慣，是一定會影響入睡和影響睡眠質量，以致影響你的早起。所以如果你在這裡嚴格執行緊這個早起計劃的話，就千萬不要太夜進食了。那明天就禮拜六了，已經挑戰了五日，因為是週末，所以我不知道今晚禮拜五會不會有什麼 突然之間會進行的，所以我明天就會在一個順其自然的狀態。 Let's see。 Hi 大家， Hello 大家，早上現在要出去吃早餐了。
看，有冬粉，有冬粉吗？对。今天是第七天，依然是按照计划起了身。本来没想过周末都要早起，就想着顺其自然。今天上有点不一样，想等到完全天光之后，即再光一点，跟着我就出去走走。其实没什么特别目的的，就是完全是达成成就。我现在就点下条片先，然后我们再出去走走。Hello 大家，是一个很充实的早上。朝早空气真的跟其他时间完全是两件事，而且朝早出来呢可以见到很多狗仔。我走了成个钟，差不多我走了个几钟，回家吃早餐。回到家了，终于可以来总结这个 Wake Up Early Challenge。 那这个挑战呢，勉勉强强算完成了，虽然完成度不是很高，虽然不是严格执行每一天都是同一个钟数起身，是趁着这个机会剪得很快速地出了，剪好了两条片。我是多了时间，多了很多时间做自己的事，真没时间做的事，都因为早起而多了时间，有机会去做，节奏是更加从容，作息又更加好，直接是影响到我训练是成效是比较高。我原本是想着快一点赶出一条片来的，后面的种好处都是算是今次一个挑战的 bonus， 非常好用、好实用、好 productive 的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的话，就一起加入这个早起俱乐部。这集播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